现在是日本。弟兄姊妹平安喜乐，我是2008年啊毕业的林耀辉弟兄啊，曾经两次去日本被搭船福音。那个因为今天报答弟兄他们在忙着搬家啊，所以没有空来啊。那个小子在这里哈，代替他说几句话。那请我们以往去过日本传福音配搭的弟兄姊妹站起来。啊，不少哈。我们三个月去啊，在日本时候是游牧全时间啊，游牧全时间。那我在2009年去的时候啊，那个租借的房子很小，那只有20平。那去年再去的时候啊，已经到了40平了，啊，已经繁殖扩增了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又买了一个新会所，是独栋的3层楼的，啊，实在看见主的祝福，阿门。而且啊，这个得救的人数啊越来越多。那去年呢，这个311大地震之后，这个日本人向着福音的门是敞开的。阿门。以下我们就请叶真姊妹来介绍。阿门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个我们在主播今年是第4年。就带着我们为竹波教会跟主要会所，在竹波教会那边已经有18年，有这个顶杯的成立，但是因为我们当地的圣徒人数非常的少，大概只有20位左右，就是连小朋友，所以一直没有会所。那个时候我们跟主要的时候，高弟兄写了5个跟主要的条件。第一个，他说我们会所要有上100人可以聚会。但是那个时候他一讲出来的时候，日本的当地的圣徒他不敢阿门，他说怎么可能。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祷告，从那个时候一直祷告到最后，我们自己手也酸了，腿也软了，也忘了，也不祷告了，但是主却没有忘记。今年他就成就了，我们的会所有了。那现在我们看见的是，这个还是我们住的家啊，弟兄姊妹在那里有聚会。然后第二个我们所要的呢，就是说我们第二个条件要的是，我们要离会所要近，要离这个校园要近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看到啊，是3层楼的房子，那我们离学校只有300米。而且主做的特别奇妙，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从我们旁边那个小路通到学校，是通到他的宿舍。因为主做的这个大学它是一个长形的，那我们就在他的宿舍，而且这个宿舍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学生中国留学生住的地方。他有一部分是住那一头，骑车子过来还是很远，这边过来只有300米，所以非常的近。那3层楼的房子，那第二个我们要跟主要的是说，我们左右隔壁我们不要有邻居啊，因为我们曾经第一次住的地方，因为祷告进出的人很多，然后祷告的声音很大，我们被赶走，然后又住到第二次的地方去。所以在日本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不能呼求主名，也不能释放说很释放的唱诗歌。所以我们又祷告说，我们不要有旁边哈，不会干扰到邻左邻右舍。那然后我们又跟主要说要有停车的位置。那所以现在我们是主给我们的就是一个3层楼的房子，原来是一个办公大楼，然后整层楼一楼我们可以聚会，可以坐100位。然后我们还跟主要说，我们要有一个会爱宴的地方。那个陈涛弟兄跟陈师母都去过我们那边，我们的厨房小的，就是只能一个人站进去。那但是这3年来，在我们那里爱宴过，吃过我们爱宴的超过300位学生。所以，那今天主给我们，我们第二层楼，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爱宴，整个学生也可以坐50-60位。那3楼呢，我们祷告里面的项目还有一项，就是我们要有弟兄之家、姊妹之家。那现在我们的3楼是装修，就是成为弟兄之家，有3个房间，那还有一个接待室，所以3楼我们隔了4个房间，有6个床位。现在6个床位弟兄报名进去入住的已经都满额了。那
但是非常奇妙哈，我们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这个公司是倒闭的公司，那所以买了这个房子，这房子等于是不要钱，是完全是地价。那我们最后也没有想到，弟兄他们去找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是有2块地，所以我们现在后面还有1块地，现在我们还要再盖姊妹之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这个3层楼啊，这个3层楼你知道多少钱吗？3700万日币，等于我们台币1300万，那就买到这个3层楼，是2块土地。然后现在我们的装修费，原来估计有3个报价，最高的是1900万，第二报价是1500万，第三个报价是1200万。在我跟包天，我们就是一直为了这个祷告，主给我们一个台湾来的，在那里就是去那边发展生意的，是一个台湾人。我们现在就他的太太已经被我们带得救了，结果他报来的价钱只要900万，而且我们的话可以通，因为日语的圣徒他不能够去看监工嘛，就是这个监工的工作就变成我跟包弟兄，从我们家骑脚踏车去那个地方要40分钟，所以我天天骑脚踏车就去监工。但是我那时候一直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话不通怎么办？我只能讲哭你去吧，其他就没有。
这个是。